然后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倒钩 4.0，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配色，最近卖的比较好的一个配色啊。然后首先讲一下啊，它你们看这个目前视频上显示是这种碳黑色的感觉，但是实物要比这个要深黑色，因为有点色差的原因，因为黑色的话它这个色差最严重了。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一定要切记不是这种颜色，它是那个色差呈现这种淡黑色啊，但这个不影响大家，反正说到颜色自己能够辨别的吧，这种的话都是能够辨别的，只是说提一下。然后这个倒钩 4.0 的话，相对于之前的一些倒钩低帮系列其实差距不是非常多，我这里指的差距是那些突出的细节点基本都差不多。然后就是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刷色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啊，那首先因为它是黑色，所以说它的这个刷色感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但是也有，大家看到没有，非常非常浅，就是有啊，这 ZP 的就原鞋，看我们的，那也是有这种刷色感，对吧？但是是非常浅的，我说实话，真的非常浅。只不过说因为什么？刚才我们前面说过色差的原因，就导致它这个颜色看的比较淡一点，所以说明显一点。你实物你要得去那种很仔细认真的去刷几遍，你才会觉得是真的有刷色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因为它本身黑色都不容易显得那么有刷色感。然后还有一个点什么吧，很多兄弟们他不喜欢穿容易起皱的鞋子啊，当然他也不是说不懂啊，说这个头蹬皮穿久以后会有起皱，这个是一个好的皮质它的一个呈现反应，他只是说单纯的不喜欢穿。然后这个也要讲一下，大家就上手摸这双鞋子的时候会感觉到它这个皮质比较硬啊，会说哎，那这个鞋子我还挺满意的，它穿久以后也不会起皱。这个不是的，它虽然说外面是刷色感，对吧，一个麂皮的一个效果，但是它本身也是这个材质也是一个头层牛皮的材质，它穿久了还是会起皱的，这里跟这个兄弟们讲一下啊，这个兄弟们如果说介意的话可以不用管啊，这个说还要说一下。然后开始说下一个。然后倒钩 4.0 的话，因为它本身这个鞋面大部分都是黑色，然后大家都知道它这个大部分走线是白色啊，所以说它这个崇祯这一块跟走线这一块的这个工艺大家都尤为看重一点，因为你如果是其他配色，你可能说这个白色走线或者什么其他走线的颜色不会显得那么的突出，对吧，那你像倒钩 4.0 这种它的走线其实就尤为重要一点了，就是非常突出一点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啊最基本的这个三角没有问题，这边一个三角没有问题，三个崇祯没有问题啊。然后这个崇祯这块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据我能够了解到的消息基本上都是三针，对吧，如果说出现四针两针这种都是错针，因为你每个工艺这一块它都是有一个工艺指令在那边的，就是说数据在那边，它不会说一会儿三针一会儿四针的，那样运转起来也很麻烦，都是有个统一的规整。然后大家再看一下其他位置的崇祯，你像这个圆鞋的崇祯这块崇祯，你看它这块崇祯就做的就比较杂了，对吧，来看一下侧面这块，这块还可以，那崇祯位置好 OK。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那最基本的工艺，那三角没有问题，这边也没有问题，三针回针没有问题，崇祯因为这黑色不是很好对啊，崇祯你看我们这个崇祯就是稍微比较规整一点，崇祯对吧，因为我们本身也是比较了解国内的客户嘛，虽然说原鞋不管它做工怎么样吧，对吧，那作为我们客户来说我们也是就是说能够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方就会尽量给大家去做好，因为大家都不喜欢麻烦，不喜欢说我自己收到鞋子以后回来我还要在这修线头搞这个搞那个，都会很烦，本来购物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吧，消费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那我回来还要去自己承担它的售后，那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这个我是能够非常去理解大家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对其他东西也比较偏执一点，也是那种尽善尽美的一种那个心态，所以我们这边要求工人的时候也是就是一双鞋子宁可多花费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把线头处理好，对吧，把那个彩边给它处理好。然后就是这个看一下这块吧，彩边的正好说到了这个大家就是这块啊注意一下它这个字体啊是不像之前初代那样有那种对位点的要求，这个是没有的， ZP 的放这儿 OK， 我们的对吧它是有一点点偏差的，首先跟码数有关，第二个对位点它是没有一个纯粹的对位点的。然后注意一下它这个字体啊，字体这块大家要记住啊，
就是我打灯刚才试了一下比较糊暗，它字体你摸上去一定是有那种洒金的质感，就摸上去的小粗糙，不是那种纯光滑的。这个后面我会拍那个照片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就是看这块 ZP 的这块，它这边已经皱了，因为经常我们自己收到鞋子后也会看嘛，因为交流。那这按压已经起皱感了，因为它本身虽然说外面是刷色感，呈现一种麂皮的效果，但是它本质上也是头层牛皮，对吧？